前年来小屋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么的热闹，停车的规划也逐渐完善，周围的环境也维持得非常的干净漂亮，而且非常意外的还做了一些戏水的设施。小屋来的天空步道有一些参观的时间，那都有人在做管制管理，入口处也有一些小摊贩，走下去都是一些泰雅族的文化，这颗风洞石在这里屹立不摇，入口处会有一些管制，而刚进这个天空步道会有一颗时来运转的大石头。小屋来这边最湍急的地方就是这个瀑布，瀑布的声音非常的大，非常的洪亮，往下一看真的非常的刺激，建议如果有惧高症的人需要再三思考是否要来，走到尽头时非常的壮丽。前年来的时候这里规划的并不完善，现在却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，能感受到园区非常的用心在维护经营，溪水非常的清凉，岸上也有救生员，大人小孩玩得不亦乐乎，小小孩也可以在岸上游泳池玩水。